那我们准备啊，最后一轮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三个字。三个字，三个字。四川。起起刷刷，起起床没有？起床没有？我们四川有这个国宝。我们 一群人是一群国宝。它是一个国宝。它是一个国宝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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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熊猫。啊。熊猫。三个字。大熊猫。四个字。啊。他们是一对情侣，根本是一个关晓彤。啥玩意儿？他们一年只见一次。他每天只干一件事儿。一年见一次。一年只干一件事儿。他们是。他们是。他们是一对情侣。他们是一对情侣。哦，他们是一对情侣。一年见一次。一年只干牛郎织女啊。没哦，四个字。四个字。哇，想太久了。怒目而视。差不多了。哦，差不多了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目瞪口呆，双眼发直，暗送秋波，眼睛放电，无限魅惑。是我给你猜吗？还是你给让我猜？你说句话呀。换一下吧。等一下。换人了是吗？换一下。换地方，换地方，换地方。去，没几道题了，行。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一个很帅的活动，很帅气的活动，很帅气的活动，很帅气的。你在听吗？很帅气的活动。一个很帅气的活动，爬墙，到处窜，攀岩，有点危险，到处窜，拿着个自拍杆儿，完了，飞檐走壁的男的拿着自拍杆到处窜。好酷！一个飞檐走壁的男的拿着自拍杆到处窜，对了，一个男的拿着自拍杆到处窜，太帅了。对了，对了，那个男的上的什么学校？那个男的上了什么学校？春游少年。春游少年。春游少年上什么学校？他们是什么学校？完了，他没有记忆力的。啊，精英什么？精英学校。上完高中以后上什么？上完高中以后，精英大学。啊，那么难吗？最后一题啊。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三个字。头上是什么？头顶是什么？头上的毛是什么？头发。头上的毛，用手去摸那个毛。摸头。手，我都说出来了。摸头。哎，三个字，三个字。摸头发。哎哎，好，恭喜恭喜恭喜。哎，今天大家都辛苦了。其中默契最好的一组是杨迪、周深。来，汪汪，毕竟他们都是一只狗。左脚一杯走。没有狗是从小成长走。然后恭喜你们会获得我们这。